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五仁月饼。月饼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的传统美食。先来做五仁馅料，要用到的坚果有核桃、腰果、花生、南瓜子、葵花籽、山核桃、黑白芝麻，另外还有果脯、枣干和樱桃干。樱桃干是有些酸味，可以中和月饼的甜味。把坚果放进烤盘里，烤盘两边放大颗粒的坚果，中间放黑白芝麻。花生需要去皮，单独放。烤箱不用预热，380度过后再烤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烤好的坚果微黄，花生烤到皮开裂，再用保鲜袋把大颗的坚果装起来。用擀面杖来回压，这样坚果就碎了。再把果脯切一下，锅里倒入75克糯米粉，炒大概5分钟，直到糯米粉微黄。再来准备调馅料，自制的转化糖浆65克。玉米油30克，如果馅料有点干，可以多加10克。盐1克，搅拌成泥状。再倒入事先准备好的坚果和果脯，
充分搅拌。分次加入糯米粉，再分次加入水，搅拌均匀后，用手捏一把，可以成团，又不觉得硬就可以了。馅料每个约重55克。下面来做饼皮，用自制的转化糖浆85克，玉米油40克，碱水10克。盐1克，搅拌成泥状，加入低筋面粉约180克。再搅拌，搅拌到没有干粉就可以了。用保鲜膜盖好，静止约1个小时。
一小时后来给饼皮称重，每个饼皮约25克。饼皮分完后就可以包月饼了。取一个饼皮揉成团，然后放在手掌中心轻轻压平，压到饼皮大小跟手掌一般大就好了，尽量中间薄一点。拿一个馅料团放在饼皮中间，再把饼皮翻过来，轻轻地压饼皮，这一步把饼皮和馅料接触的部分压实，以防空气进入。再把饼皮翻过来，用手掌虎口的位置擀压缺口，慢慢的缺口就填好了。一个月饼团就做好了。下面用月饼模压出月饼，先把月饼团沾上干面粉，月饼模具里也撒上面粉，这样子做是为了防粘。烤箱预热480度，压好的月饼先用水喷洒，而且喷洒的时候是从月饼的上空喷洒，不用对着月饼喷。月饼烤5分钟，拿出来放凉，同时烤箱门打开散热，温度调至325华氏度，打个鸡蛋黄，加一勺水混合好，用毛刷轻轻地刷月饼表面，注意刷子上不要沾过多的蛋液。月饼在325华氏度里烤5分钟，再拿出来继续刷蛋液，然后放进烤箱，325华氏度烤8分钟左右，注意观察月饼上色状况。烤好的月饼放凉，再装进密封盒里。月饼需要回油2到3天，因为刚烤好放凉的月饼是硬的。这是2天回油过后的月饼。看看里面的坚果，已经可以闻到一股坚果香。最后，我们把月饼包装起来保存，可以与家人和朋友分享。Thank you.
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